来了，就这个。就这个。今天天气看起来明显的不是很好，虽然天气不是很好，不过我今天还是来西门町这里。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实况组叫做大天神吗？他找我来协助他做一个东西的开箱跟评测，所以我今天是来当幕后工作人员的。不过我记得跟天神好像是约12点在西门这里吧，现在已经接近12点半了，他一点影子都还没有出现，所以我决定我先来吃饭好了。嗨，坦白说来这家这么久了，我是第一次内用。结果已经1点了，天神还没有来，天神。跟你们报告一下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大概4点半。我刚刚因为在楼下坐太久了，我就决定问问看饲养者的办公室能不能让我进去发呆。我觉得这样一路发呆发到了4点半呢。我们来去看看那个罪魁祸首，现在人在楼下哈。嗨，嗨，我是今天的打杂小弟。你昨天就跟我说12点要来，是吧？我再跟你说12点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虽然比预计的 delay 好几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才开始开工，不过总算是能够顺利开始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？他没办法，那是他机制，所以我在想后面的人在讨论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到士林夜市这一边，士林夜市这边呢，其实有一间炭烤，我一直想要来拍。那间炭烤呢是晚上1点，只有晚上1点限定才会开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揪了黑羽，还有 Nico。结果他们两个人一起来跟我吃宵夜，一起吃胖胖。不过现在的时间大概才11点50几分，还要花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他们才会开始营业。然后黑羽好像也还没吃晚餐，所以我们决定先进士林夜市里面，让黑羽吃点东西。士林夜市其实是我回忆蛮重要的一个据点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读复兴高中北投的那一间，所以我回家总是会不断的路过士林夜市。只是这几年下来，士林夜市跟我所认识的差距真的非常的大，加上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晚了，很多店都已经关了。不过其实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要来买的东西就是要这么晚才会开。就贱货，怎么办？看黑羽大家出来，我好尴尬哦。超尴尬。对啊，没事他就要被人家 Q。好，麻烦我们等一下去买个口罩啊，干你！各位人客听好啊，揪黑羽出来呢，还要帮他付饭钱呐、啊。啊，要是有这种儿子，我还不一拳干什么？谢谢。我刚好没带钱啊，我真不会还你。我大概也只有这个时候可以这么嚣张了。葱花，我在这边看到一间，这个叫做老士林烤肉饭，超级香的，是超香的，香超香，超级香的，味道有点太香了。对，所以我说这个酱汁真的是这个酱，我刚刚要讲的吃的就是这一条。哦，这条里面还有开啦。后面，哎，我忘记是后面还是这边有一家卖水煎包啊、哦，的很好吃。好啊。对，然后有全家可以去冷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买过这家？这家烤肉饭，这家看起来超好吃。摩曼顿。
车里，不然笑我。笑我天哪！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阳明戏院这边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是在阳明戏院再稍微往前面一点。那现在已经12:40了，就这里，我记得是在这一区的某一个角落会突然出现那一间店。突然出现？你是怎样？因为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是还没开，然后我们就骑车去附近找了，回来的话就噗。你知道黑熊刚刚讲的有点像是，你知道时间一点到了，然后他就从下面这样，哦，然后你知道副本时间到了，要开始说你要带钥匙，不然不能进副本。原来如此。接下来等待这20分钟里，许多的摊贩慢慢的开始在收摊，黑羽一直在旁边 murmur， 到底有没有被我耍？好险到最后，我们要等的摊贩还是出现了。来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各位，就是后面这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刚刚默默的推车出来了，而且将近一点，现在真的快一点了，他才出来。这间隐藏版七里香真的要一点整才会出现，而他们出现之后才开始陆续的把他们要卖的东西放上架，而且他们卖的东西好像每次都一样，很少会更新，所以他们直接贴上一张他们摊贩的照片，然后在每个食材上面标上价格。谢谢，拜拜，走吧。隐藏版七里香，士林夜市隐藏版七里香。好，走，赶快去吃。我们曾经吃过一次，哦，它味道好香哦，总算买到了，啊、超香的。但它是沙茶很多了。哦，它有加沙茶？我它的那个酱啊，我刚看它在里面拉、啊。鸡胗吗？这个，哦、来吃。胗不是只有胗只有一只哦？对，我只拿一只。你吃吗？胗，没关系，你吃。哦。好像3块吧，你就先吃。嗯，它的酱料真的好好吃哦。我看，但是很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入味哦。嗯，不是刚刚说不要辣吗？你可以不要，你等一下要被人家做成 keep 不住了。你每次跟我拍片都一定要给一下，就对。对，没有到很辣的那一种。自杀小。哎、欸，我想试试看这个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掉了、啊？对，它有一半掉下去了。哦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对，那一口跟我挑了一个黑全黑，原本就全黑的一个东西。我刚好看到，我不晓得是啥。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是焦炭吗？炸的鸡皮，然后再去烤过。真的？超好吃哎、欸！可是它就是焦炭，就是、哦、对不对？好吃。超好吃。没有苦味，你要不要吃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手上拿这个。好特别哦，竟然有这种东西。对，居然有这种东西，超级不健康。对，越不健康的东西怎么样？越好吃。就看这个好屌。哦，好，这个黑色全黑，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。鸡皮再下去烤，炸鸡皮。先炸再烤。你有没有吃出来？这个好诡异，可是这一袋，这好诡异，可是超好吃哎。嗯，那个对，咬起来好爽哦。感觉你每天吃个一串，你30岁就得癌症。鸡心，因为我去每一家烧烤店，我都蛮喜欢吃他们的鸡心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会喜欢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心有在，它里面有汁。对，有平均之上。咬下去有汁。你们看，哦，我感受到心脏在跳。人家是没感受到你心脏在跳，我觉得可能就不得了了。没有，我感受到他的心脏在我嘴巴里面，在我嘴巴里面跳。那咬下去会喷汁哎。结束之前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其实还是有带辣的，就是你刚刚说不辣，刚刚这边有个人就是完全体现了这个状况。士林每天，我不确定有没有每天啦，士林晚上1点。才会开，所以他什么时候会休业，我其实不知道。我们今天来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查他今天会不会营业，我们就直接来了，所以我们是有可能空铺的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的 vlog 这边结束了啊，大家的频道我会放在结束画面，大家记得订阅一下。我最近好在说点低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哎、欸。
哎、欸，这个人跟你好像哦，有一点像，他比较瘦。自己讲他比较瘦，哎，比较瘦。可惜我比较帅一点。刚刚那个手好眼熟。